珊珊，啊柯P耶，我唔知道，我头先有看到伊啊。啊，我买一台车要给他嘞，啊，找他一起拍啊。现在浏览率不错现在我都要靠他算了，我们先拍啊，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先拍，看到我叫伊啊。这台啊，好不好？阿尔法，对。我跟你讲，你不回不回，新车271万，听说现在要等到七月才有车。是。可是我跟你讲，定了以后，我本来想像馆长这样，有没有坐在后面，阿泰山在前面开车，结果后来 L M 出了，所以我现在赌来，我准备把它卖给柯P，我要去订 L M。哇，啊你是旧钱的哦。我旧钱的，你不知道吗？我吃布丁，撕开那个。纸我都不舔就丢掉了，吃到剩下黑色那个部分我就不吃，我就丢了。我裤子也厚吧，我去麦当劳我都单点，没有再点套餐的。星巴克我走到星巴克，发现在买一送一，我在门口等到时间过了，我才进去买。我去鼎泰丰吃小笼包有没有？姜丝我都不吃完。你看那干嘛裤子也厚吧？就厚。好了，我们现在不管那个柯P的啦，哈，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这台新车，这台真的新车。现在目前哦，我现在还在想说，等一下要不要开出去试车？新车，四公里而已。新的呢？这都还没拆啊？还在呢。有无高级商务？你知道吗？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総武田。我你在本行？电视机还在？还在访问的阶段啊？はじめまして。我在希望啊，靠中岛听你讲，搁你本小爱。我是讲会看，直接来烂嘛。可比驾车美丽啦，我来订 L M 啦。啊，你气料好用冇？气料好用，这样、哦。哎呀，搁有大天窗，你看啊。你看，这伊啊，你看我竖起，我都要天高到位。啊，天窗搁方便。啊，对我头啊，你即马分只只啥？头只痛处理安尼哦。这我赞的，你看，你看这很贵，很贵。哇，这天窗都大地，都免惊讲空间无够用。安那讲无够用，你敢有发落？安那是啊，比如讲你看人哪走出来，你看。我出来了，我要进来了，我说。啊哇，你一定要用观音坐莲吗？你敢不用万佛朝宗了啊？安那天了有舒适无啦？你要试看好用无安尼就对了。我一定要先。好用无？袂歹嘞，真正袂歹，你要试看。但是安尼一个椅也无好用啊，你啊两个安尼较大个都。翻云覆雨，对吧？大飞小燕，两个。好啦，今日来看一下，看要买无？在套中刀，叫闲情逸致。我真无闲者，卖阿叉。小爱。有无？你看我这新的，大抓个滴嘞。有啊。哦，我从雷斯的嘞。啊，这是新车。这不难的新车啊。泰山，你品看买来，你品有没有闻过新车味？穷人，你吃布丁吃下来只有舔，对不对？他不是穷人，你都舔干净，对不对？不是穷人，你是这个价格敏感型消费者。JBL 打篮球的嘛，哈，知道吗？哦，黑喇叭哟，我想讲 HBL 啦 ，NBA 啦，哦，不是哦，啊，你看荧幕大点不？有啊，哈，比你厝的电视搁较大台啦，对啊，你去拍一下公里数，再跟我讲这是不是新车。你看到？你有看到？我看到，有一个忍者坐在那边，四公里啦，你叫四度，负四度，人家放晒耶，唔觉得哟，唔觉得哟。安尼走四公里，咱等下干要试车啊？这我都甲吊抽起无？我问你啊，咱即马我买新车回来，卡叔讲你歪买，我买袂掉，跑四公里跟跑十四公里，计上好差，应该是无差吧？所以等下就是该晒就对啊。不差，因为正常来讲是路段，你去大格子上就开嘛，其实拢是对啊，倒配件。你看有没有看这个国民党改革委员春节启动有没有？没啦，这是贴隔热纸啊，三公尺的啦，这应该已经干了啦，这个已经回来那么多天了。他这边要介绍哈，这车200多万的车，会比刚刚最好的。这个一个等级而已，咱来看这个高级 Toyota Ending 有啥物无同，这边他修理哈。现在被修理来对啊，哪个升级？哈，D4S 都出现，跟那个86
一样的缸内直喷啊，你 Google 搜寻缸空格喷，看出来会是什么？这修理工整个面板都要拆下来，对不？我不想这边要修理，还是这家贵？这家的，我以为是这家了，对不？啊，这车现在要做个哈牌修理，啊是，搞不好就是因为像泰山讲，这袂歹，免修理啊，就跟他换油那内路啊。那接下来让柯P带你去看一下内装有什么特别的好玩的东西，走。哎呀，表真的没有空间的，有啊，只有下它只能放一些下面，对，下面这样而已。可以啦，可以放高尔夫球杆，不然其他椅子往前推啦。对，这尾门我都不敢起啊，这要不要头大闭？要探气哦，探气到。那今天应该比赛。啊，可以赛，可以干物，照理说开应该也要有的、啊。休息看。休息赛啊。哦，休息赛。钥匙不是是后车厢。你看左右两侧的门，嗯，弄会塞哦，左右两侧就厉害。只有其他上面转后阳台，你厝的然后幼儿园呢，学生你到位去了去，伊就背起。眼睛啊，小朋友要开门是比较，如果是滑门而已，是不是很吃力？按一下它就开了，小朋友就会上去又关起来。这几斤啊，熊家熊家，哇，这不上吧？这赶快电动椅、啊，双电动滑门嘛，对吧？双电动椅嘛，哎、欸，你看。订单有没有编号？建议零售价271万，托运申请单建议零售价271万，好不好？阿法，好不好？哦，啊，你看这中央扶手哈，这都开变两万，双开，你看，你知道现在有一种皮包嘛？是安尼，想变也再开的，都得人检查变无钱的，对吧？这边都变魔术，哎、欸，翻过来没钱，哎、欸，翻过来又有钱，安尼，一要冷热哎，有通风，也有它电子手刹车、自动熄火、防滑、Echo 省电。我觉得这个高级车就是这样，它这个每一个的这个滑轨触感上就好，很有质感，不会这样啪。啊，你遐嘛一个杯架啊，有啊，这杯架超好看。全速域自动跟车，我觉得它这个木头这吸水我还蛮喜欢的，这不纯黑老款的。你看这以前是嫩的嘞，你摸它是皮啊，哎，这真皮呢，哎，看一下这边这个号码都还在，有没有 ？IC 秋波阿里是什么？好，我比较良好哦，这里还有托运单呢，进口的啦，无漏。第哎、欸、啊，第三排好坐无？阿哥你无来试看？哎、欸，啊这是要拆无啦？啊，插咪啊，拆起来啊！钱好人啊！哈、啊，这这嘛有你看？对啊，钱好人啊，惊死！那边有多功能控制键，它控制什么的？温度嘛，就有冷热啊、加热啊，啊这个椅子啊，你看哇，椅背你就椅背，我骑的你看椅背往后仰，我就用电动的往前。哇，起来，腿靠，对，哦，还有阿先生，我问你，这是冲啥呢？你个骑轮椅，看你看哦，后面的人就可以出来了，请上车。造成没有？哎、欸，没这个功能，一定要手背。它后面也有，你看，你后面要下车按这个按钮，它自己也会往前。你如果是坐最后面这个座位啊，那回去没有了，太惨。回去要自己推啊。我们在后座要下车了没有？把刚后面那个按钮按一下，还是往前吧。好、哦，你后座就可以下车了。帅不？主要是哦，它这个皮革用的真的都很软，而且这个气氛灯，你看，嘿，欸、我打镜，我转、欸。我们这边有 color， 紫色、粉红色、紫色、蓝色，有没有绿色？绿光罩顶，不要用绿的啊！我家在绿光罩顶，不要选绿色，看你是在黄色、红色都有。它、啊、这个有恒温空调跟个大时钟，这边有一个这个手机哈、哦，可以直接连。所以阿哥刚刚在看那个嘛，はじめまし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Close 哦 ，One Touch， 好不好？我们请柯P坐一下第三排位置好不好坐？然后看这边，这个还有这个哦，这扶手在，你看这两边啊，这你后刚刚有没有？这扶手这样嘛，哦啊，这个翻开刚刚说是这个多功能控制键嘛，哦，还有附这个冷热座椅嘛，这边翻开，好了，翻这边来看啊，这有个按钮有没有？哎哎，下功课哇，小朋友写功课。先生，今天的餐点是这个猪排便当跟那个肉酱意大利面，请问你要哪一种？最近没当出国啊，只好自己在车上点。这边翻开有没有？看下去，杯架，好，饮料、可乐，好，红酒，对吧？香槟，哎，更回家。冰箱，冰箱，来，这，但是没冰，置物盒而已。这边两个置物盒啊，我不知道这个要放什么呢。保险套，啊，这个就这样掀回来，按下去。哦，它这个下去也不错哦，它下去也是有一段气压，你看哦，我按到这边以后有没有？其实这一段是有气压的，它、啊、这有更好，置物盒，这样不错。阿里奥，不要这样呢，来来来，我这样，有啊，哎、欸，能量，有一点弯曲了，没有全直的。阿里奥，不要听，也在算不？对啊，也在都听啊，来，总听，它可以直立，都没坏啊，能量拳头。哎、欸、呀，你家有出风口啊？有啊，出风口都有。阿里奥，靠点会，点会就是靠个正啊。那有可能这点会不是在九力的吧？哦，这跟它飞机灯呢，哈。以前我倒怀疑它三段的，你看亏啊嘛，也较暗。
再一段都哦，三段有量就是三段。哎、欸，头壳顶冇喇叭呢？哇，这喇叭、啊、如雷贯顶。哎、欸、安全带底下是不是？这是第三人的呀、啊，中间那个人的，他是我卡住啊那段。啊，边啊些是啥？我们在被冲刷。缩点。可以上下。两个螺丝直接坑了你啊？该不会是装横杆的吧？该不吧？有遮阳帘的，有也有。遮阳帘加加有吗？头前有哦。有啊，我加嘛有。有啊，安尼。哇塞！好啦，那我们等一下去试车了好不好？啊，泰山，我跟柯 B 坐后面嘛，按在前面开。开这种车不是这样啊，前面一个司机嘛。比较可惜的哈，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个封起来的电浆玻璃，在后面跟那个秘书在讲什么事情的时候都看不到。对，前面那个司机开车只会觉得后面一直晃，一直晃，不知道在晃什么，有没有？哇，啊，那司机边开觉得后箱子在摇，了不起就这样而已啊，哈，万佛朝宗啊。到四公里嘛是爱出来洗洁啊，听人讲这足好扫的，唔知真系假的，无来试看嘛。啊，冇开过。好惊。哎、欸，有冇 Starbucks 有冇？有啊，有啊。老板今天去哪里？该问就问讲。那个今天跟林总有一个会。OK。冇啦，我跟你讲啊，今仔哦、喔、来台南看场地啦。哦，台南看场地。哎呀、啊，建工，我出偌济，伊就阿要塔起你，对不？我抢地租，台南看场地呀、啊！哎、欸，阿、啊、外封胶嘞，啊，封胶无摕我弟姐，啊，啊是我鸡胸肉，鸡胸肉，我乳清蛋白嘞 ，BCAA 嘞，拢甲摕来，规组拢摕来、哦。台南看场地了啦，看什么场地？开分店啊啦，阿哥，开分店要做啥呢？卖分啦，卖分啦。多网友说要开分店，我们开分店来卖分，无老贵耶。你讲足舒服嘛，还好呢，嘛是会跳呢。你在楼外，在高速晃较好啊。这这个嘛足悬嘞。我感觉差一个电浆，迄、那个隔板差就得，还有一个电浆隔板隔起来，啊，恁两个伫头前讲我歹话，我听袂到安尼，安尼是毋较赞？嗯，我袂歹。驶起来感觉安怎啦？人讲足好走的有无？没坏啊，新车当然没坏哈，上面拢暗的哈。有啊，等一下试完我要讲一下，底盘没有异音。哈哈哈哈哈。那这脑异音的灯应该变啊，该变。这没有异音嘛，无漏油。这脑异音都爱举牌去投台门口抗议啊。抗议啊。哎呀、啊，它这个头枕哦，后座头枕。它有设计一个弯曲，你知道吗？你刚刚是大耳朵的，有一个嘿，有一个弧度，所以你头不会这样晃来晃去，它卡住。啊，新车270万，啊，今麦买多少？啊，你今麦刚载几公里啊？今麦几公里啊？是的啊、喔。开越多越便宜呀、啊。欸我嘛唔知呢，这卖车减几万，车俗车一二十万，敢有人会买？啊，无咱一公里减一万啊嘛。哦，啊，恁就无说一公里。所以咱即个标题就是讲阿法新车落地折多少？2020的嘛，现在哈、喔。大家看完七八个广告到这边，对不对？是该公布价钱。啊，这一台哈、哦、折多少？其实哈、哦、没有答案。好、哦，看你觉得折多少可以买，你就来跟我们联络，好不好？我是觉得哈、哦，看我们开的多少了。好啦，隔壁你决定啊，你若买买的时阵看要卖偌济啊？有啊，泰山啊，泰山不可能啊，三十万就卖过你啊。哎、欸，这不是妈妈借贷哦，是妈妈借贷额度无法管哦。我先讲哦。超崩啊！哎、欸，额度无法管，是妈妈裤子无法好哦。哦，是妈妈超过100万就超崩啊、哦，这两百。几万我都做袂到哦。讲真，我感觉买这种车爱有司机呢。我看到啊，脚边敢那较爽。自己开一台这个别墅，你塞公车伫路的哈，人会手咧想要停车无？吼、哦，感觉 LN 较潮 ，LN 新车偌济啊？敢那400-500咧。挂一个 Lexus 的迄落啊，加一倍。对啊，这种车哦，还是蛮适合那种商务用，真正是商务。哥 P D 呐，卡叔公，你要买一台200多万的车，你感觉你的后头爱有偌济？你才会去买200几万的车？总无买超过200几万。贵位啊！我使贷款啊！哦，比如讲你有250万，啊，你去买一台车，你搁贷250万，你无爱甲用完，贷200万。就是嘿啊，我就贷200万，我投资款。但是你的户头有200多万。对啊。安尼你买得落哦？我的意思讲，你买这台车，比如讲减20万，250万，啊，你后头爱有偌济？你才有空去买你要的车，上我2000吧，还是1000？一千就算。一千你会去开250去买一台车吗？你确定？对啊。我来讲啦，那叫我对柯皮的熟悉啊，已经买后头，已经买后头，然后2000万的时阵啊，伊原来是在位许啊。哦，靠，你较好诶，换一台 BN 诶。无啦，你去2000万哦，我你就走我诶。我若有2000万，我直接甲你咧变戆人。规工甲你直接无敌无告，回转半径蛮大的呢吼。唔过嘛是一盖会过，但是这三线道、两线道可能一盖都袂过啊。我怎么发现头前买一个天窗？我伫想讲这是后座才有诶，安尼头前买在观音坐莲啊哈。你开我天窗窗啊！你落雨咧？哦，啊，这落大雨雪呢啊！啊，往上推而已啊！哦，我动作就会使开讲，就
无你买这台鞋还是载足侪呢？卖讲鞋啊载足侪啦，你听好出去卖鞋啊！哎，你讲换这台了啊？那唔对嘞，买这台我卖买这台鞋买愈侪嘞。这个高雄无可能认到，科比当有去高雄微服出巡，想袂到无拄到粉丝。我感觉南部的粉丝较侪，因为南部人比较热，台北人拢夹一地，你知道？伊就算伊认出你，伊嘛袂甲你，足少会甲你拍招呼的。美女加紧丢用球，你是啊？对 对，我是，没有我是。许孝顺，我感觉吼，伊咱骨髓若要买七人座、八人座，我也是买林立好啊，啊，够细赏啊。对啊，真正要载起嘛，感觉较济。啊，我马后座出风口啊，哈、啊。对啊，后边都六个咧。我双肩窗啊，隔离帽。我靠，乌龟也倒直接大地玻璃，全景的玻璃。全景。250万，我跟你讲，你要改敞篷的都改得下去了。啊，隔壁要直接切到骨头了。对啊。对啊，袂歹啊！我觉得哇，我小旅车可能开了较久了吧，因为咱这较悬嘛，本来小挂较矮啊，对吧？好啦，空气啊，不要是我技术好啊，啊，是啊，现在小少，啊，这新车嘛较掂啊，无啥物起个跑起甩甩的，都靠困啊，免得听到打呼啊，都会喘啊。加速够，也袂歹，这大坑来讲算袂歹，玻璃都足大个。看起来就很爽 ，A 柱北宫就大机的哇，是，对啊，其实不会说哦，车来马上看到了。这个套件其实蛮粗的，有啊，较粗的，那个风阻嘛较好啊，你做几个跟它平，跟它平哇，油耗都会增加。就简单的，你看货车哇，咱那拖车头面顶唔用到一个斜板，咱冲起，较袂叫货柜哇，它冻掉的，你差多济，有啥物贵啦？贵的啦，把手电筒加一支，加多一支。有啊，所以你看，这个是要给开车的人要干嘛？开车你不会去装那个、啊，上车有可能拉一下嘛。停车的时候用。停车不用那个啊，停车你以为是以前在拉那个扣碗钉啊？你当作只公车啊，好，又接着停啊。哎、欸，没搞、喔。哎呀，来结尾啊。新车271万嘛，然后刚领牌的啦。要买要快，只有一台，只有一台。对。至于说要卖多少钱哦、喔，何必今晚照顾总理啊？十六个嘞，好了，减16万呐，好不好？还、啊、你唔通过晒啊呢？下车了吗？啊，1公里就是少10000呐，没什么好讲的啦。是哦，他无变喏，无落亏啊，你咪啦，都跳1公里都加跳10000。今晚几公里？17。那话讲完就少10000了哦、喔。好了，新车减17万呐，好不好？话讲完又少10000，哎、欸，佫跳无啦？没有啊吼，唔通佫跳呢？我要甲链跳落来啊！袂使啊，无一直使一直减哈。哎、欸，唔对咧。啊！啊，人起来试车去试两年，对不对？袂使啊，这新车、啊哦、叫伊先去Toyota，对不？靠业绩，卖靠咱。哦，你去Toyota试完，那你来跟我们买就不用试了，因为你也是一台新车，是隔热纸又贴好了。我感觉吼，一定会人讲哦，啊，差10几万我买新的就好啊。这就是啥，没钱的人。我感觉啦，真正好样的人有无？哦，啊，这随俗10-20万，我来买这就好啊。有啊，现金买，马上就有车，对不对？哦，现金买，随有车、嗯。所以我感觉吼，这就是真的有钱人跟那个干干叫的那种半瓶水的差别。那真的有钱人，他觉得省17万就可以买了。哦，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支持我们做更多更好看的影片啊！拜拜啦，拜拜，拜拜。Hey, I got a confession. Been losing all momentum. Just because it's easy, that don't make it better. I wanna dig my hands deep down in the dirt. Take a walk along the street if I'm feeling desert. All of this convenience just doesn't work for me.Wanna play with fire, let me get hurt. Can we take it back to 95? Before we had this drama in our lives, just staring at the screen every day and night. I miss the rush of living in real life. Go get your DeLorean.高腰，哎，看场地了呀！哎呀，当然到了。开分店卖分嘛啊！我袂歹袂歹，好滚好滚。在，他在那边砌一下房子啊。啊，好啊。砌房子高登来。高登来，叫钓唔知听哦。
哈，安尼用力的啊，对不？头啦，感觉用头感觉，三个人剪刀手不输的头进去四方角，哪个头？要不要？哪个头？这个、啊，你们得一卡白塞了，快点剪刀手，来三个剪刀手不来啊！记住的，一二三，一二三。耶！耶！惊死，面都红啊！